好在冇遲到啫。哇，好彩你老實未翻嚟啫。最衰都係你啦，又話出去食，等死人啊！唔通你想喺公司食飯盒啊？一到食 lunch 嘅時候咧，我哋要落去等位啦。喺 office 咧又要排長龍咧，等個 microwave 嚇。咁我哋點樣可以咧食一個好豐富又 keep 到 fit 嘅營養午餐呢？咁材料咧就會有半包通粉，大概40g 到啦，解咗凍嘅紅蘿蔔，一塊芝士，最重要咧就有我哋嘅 Mary Tea 活力營養湯喎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就有個燜燒杯，咁呢個燜燒杯咧，我哋事先咧就預熱咗嘅，咁我哋咧就加咗啲滾水落去啦，咁樣攞一攞個杯，跟住我哋就放我哋啲通粉落去啦，跟住咧就得滾水加到一半到，咁啊冚翻個蓋。咁啊，放喺寫字台側邊，大概等4分鐘到啦。跟住咧，我哋就攞我哋嘅芝士切一粒粒。而家啲通粉咧已經熟噶啦，我哋咧就將嗰啲通粉水咧倒咗佢。咁我哋咧就加埋啲紅蘿蔔粒啦、芝士啦，咁當然仲有 Mary Tea 活力湯啦。因為咧佢有19種嘅維他命同埋礦物質啦。咁其中咧，維他命 B 咧就好豐富噶，咁佢可以將脂肪咧就轉化成為能量，咁亦都可以幫助我哋嘅 OL 咧就驅除疲勞。呢、这、一個菜譜大概都係300卡路里嘅啫，亦都可以幫我哋 keep fit 噶。加翻啲水，跟住咧就熬勻佢，咁啊焗多1分鐘，咁咪食得噶啦。1分鐘之後咯喎，開俾大家睇下先。其實呢個 Mary Tea 嘅營養湯咧，裏邊已經本身咧就已經有一杯奶咁多嘅鈣質喺裏邊噶啦。咁加上咧，我哋頭先咧就擺埋塊芝士啦，咁所以成個餐咧都有一杯半奶咁多嘅鈣質噶咯噃。鈣質除了可以幫助我們的骨架健康之外，也可以幫我們促進新陳代謝，也可以幫我們 keep fit 的。原來留在公司吃飯也不一定要吃飯盒的，原來很多選擇的。我就最喜歡留在公司吃了，你知道留在公司吃可以多些時間做事，我老闆要幫忙我可以立刻幫到他。老闆是不是要幫忙？現在過來，現在過來。如果你什麼材料都沒有不要緊，你都可以很健康的，你只要一包 Mary Tea 活力湯加150ml 水，沖埋，咁就飲得噶啦。